秘制乐园，想想怎么办？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玩想想怎么办的游戏吧。好。怎么玩呢？我来提问题，大家来想想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，比一比看谁答得最快，好不好？小朋友们，想想看，狐狸宝宝该怎么办呢？想想看，想想看。我知道了，狐狸宝宝应该再穿一件厚衣服。你答对了，狐狸宝宝感到冷了，所以应该多加一件厚衣服。想想看，大熊先生应该怎么办呢？想想看，再想想看。我知道了，大熊先生应该去拿雨伞。答对了，因为下雨了，所以要打雨伞出门呢。小朋友们，想想看，小老鼠应该怎么做呢？我知道，应该去找点东西吃。答对了，小老鼠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是因为肚子饿了，所以应该去吃饭。吧，小明困了，我也困了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知道，困了就应该上床去睡觉。对，感到困了就应该上床睡觉了。我们一起去睡觉好不好？好。